接着我们要总结一下了，总结一下，刚刚说了这么多种，如果我们现在把它总结起来是什么样子的呢？你要准备好你的笔记本啊，因为要记笔记了。 Ready， 准备。名词变复数的规则变化，刚刚呢我们看到的那些还属于特别简单的，不管怎么变，反正结尾要不就是 s， 要不就是 es， 也算是规则的，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种。 Do you remember cup and cups， 对吧？ cup and cups， 一般情况下呢，名词后面直接加 s 就完了，这是一般情况下，大多数情况哈，一般是这样的，二般不是这样的。来想一想，二般情况是哪个例子来的？哎，非常好， watch 它是怎么变的？ watches 后面加了 es， 是吧？那是不是只有 ch 结尾的单词才加 es 呢？嗯，是有一个小组合的，我们来看看 ch sh sx o， 它们几个结尾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是加 es 的。别说说薇薇，这太难了，我压根儿记不住。你看这字母和字母组合，那薇薇给你简化一下好不好？来 ，sh 发什么音？对吗？你可以给我一个中文的字是由它拼出来的吗？比如说蛇，狮鹅蛇，对吗？所以呢，我们用蛇来记住它。蛇，来告诉我 ch 发什么音？跟中文哪个字特像？吃，对了。好，那我再问问哈，这个 XO 这俩家伙放在一起，你有没有看书啊，或者看电视，或者爸爸本身也会喝一点点这种酒？对了， XO 是一种酒，对吧？蛇吃了 XO 以后，告诉我 S 对应的中文里面是哪个字？死，对了，如果蛇呀它吃了 XO 就会死，所以这个口诀你记住，这几个字母组合你就记住了。再来一次，蛇吃 XO 会死是有哪些字母组合呢？ sh吃 ch XO 会死吗？ s， 对了。好了，这也算是一些特别特别经典的小窍门了哈，蛇吃 XO 会死，你要记住它，自己写一个小小的中文，然后在后面打个括号哈。好，以它们为结尾的名词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加 es 了，对了，要加 es 了。好，第三种还记得是 library 吗？那 Vivian 说它是什么字母加 y？ 叫做辅音字母加 y， 对吧？那要变 y 为 i 再加 es， 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辅音字母加 y 结尾的时候，我们要变 y 为 i 再加 es， clear， 很简单是吧？很简单。好，那我们看下面一个 knife， 小刀怎么变的？微微说有 fe 的时候就得变成我，就得变成 v， 对了，再加 es，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哈，来，结尾是 fe 或者 f， 只要是它俩任意其中之一，就要把它们俩变成 v 再加 es， 也就是整体变成 ves 就行了。所以这是第四种，你要记住一二三四。好，那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 photo， 我们来看这个单词，你觉得它应该怎么变复数呢？是加 s 还是加 es 呢？有同学说 Vivian 肯定是加 es 呀，因为它是以 o 结尾的嘛，蛇吃 xo 嘛。注意，什么事儿都有点特例，对了，什么东西啊都有特例的，或者有特殊情况哈。我们来看它只加了一个 s 而已，那看 potato加 es， 有位同学说，薇薇，那这我怎么区分呀？哎，这个呢就需要稍微记一下了。比如说你要特别记一下啊 ，photo 是特别的，是特殊的，看到了吧？好，我们来看看，以 o 结尾的名词后加 s， 这是刚刚我们这个在 photo 上面实践出来的，对吧？但遇到 hero、tomato、potato 的时候，加 es 这块儿，薇薇特别讲一下，不然就会有点乱。仔细听，刚刚在前面说蛇吃 xo 会死，大多数都加 es， 对不对？他给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来看看 hero、tomato、potato， 他们三个哈、啊，再加后面一个 photo， potato 加在一起，他们是加 es 的。但是有一个特例，就是谁呢？你要在 photo 前面打一个星号。它是加 s 的，它是加 s 的。
有同学说微信，那我还是记不住啊，下面这仨单词都是啥意思、啊、？Hero, what is hero? The Superman is a hero. The Spiderman is a hero. 超人是 hero, Spiderman 也是 hero, 叫做英雄。对了，英雄。Tomato, 西红柿。Potato, 土豆。好了，那你就这么记，英雄爱吃西红柿和土豆。对了，你就记住了，他们三个后面要加 es 的。OK, 他们三个后面要加 es, 剩下的有特殊情况，比如说 photo 就加 s 了。Clear, 记住了吗？好了，那么看完这张表格呢，实际上我们大概对这个名词变复数啊有了一定的了解了。首先第一点是大多数情况下就加 s 就行了，想都不用想，对吗？好，那接着呢，第二种呢，你蛇吃 XO 会死，对吧？加 ES, 什么英雄爱吃西红柿土豆，这几个是例子，对吧？但有一个特例，就是 photo 人家只加 S, 是吧？这是一起记的。第二点和第五点一起记。接着呢，是什么？以这个 F 或者 FE 结尾的时候，我们要变成 V 再加 ES, 不用多说。最后一种呢，就是我们的哪种？辅音字母加 Y 结尾，要变 Y 为 I。再加 es, 那么这些技巧呢，你都要记住哈，这样运用在这个名词的变化当中呢，你就更有谱了。比如说，我们来试一试，来 park, how to change, park, very good, 想都不用想，直接加就行了， park, OK, baby, 仔细想，你见到 y 了，你就马上要看一下是不是辅音字母加 y, 是，对吗？所以怎么变？ b,好，微微的笔不太好写 ，b a b i e s, 对吗？变 y 为 i 再加 e s, 这是它的变法，因为是辅音字母加 y, 对吧 ？Babies, Frenchman, 注意了 ，Frenchman, 你觉得它怎么变？是加 s 吗？哎，这一点呢，我们下节课会提到，但微微现在给你提个醒，男人，一个男人是 man, 很多的男人呢是。Man, 这是它的复数，那么你觉得这里面要变谁就行了？对了，变这个 man 就行了，把它变成 man 就可以了。好， next one, sheep 要不要变？ sheep 要不要变？自己做笔记哦，它呢根本都不用变，因为它是单复同形的名词，它的单数和复数长一个样，不需要加 s 或者 es, clear? 好的， now next oneChild, 有同学知道吗 ？Child, how to change? 非常好，有人说 Vivian 之前讲过吗 ？Child 是一个小孩，要变成复数呢，后面要加一个人人，因为多了很多人，叫做 children. Children, nice, 太棒了。Now Japanese, 变吗？不用变，日本人是不用变的。好，这个要不要变 ？Wife, 妻子，那很多妻子。怎么变？以 fe 结尾的要变成 v 再加 es, 看到了吗？非常简单，对吧？好，那么 man 刚微变说过了，直接变成 men 就行了 ，man, 对吗？好 ，boy 直接加 s, 太棒了！继续，那好吧 ，boxes 为什么要加 es 而不是 s？ 告诉微变。因为蛇吃，对了 ，XO 这有 X 对吗？看见了吗？所以后面要加 ES, 非常好。蛇吃 XO 会死，所以有 X 结尾的加 ES, 太棒了。那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哈。第一个 park, 你可以跟着 Vivian 的速度一点一点的在你的笔记上记下来哈。来，第一个 park, 对吧？第二个 baby, Frenchman。Frenchman, ship, boxes, 记住了 ，child, children, boys, Japanese, wives, 非常好 ，men, 注意你要在几个地方打星号，一个是 ship, 一个是 child, 一个是 Japanese。还有一个 man, 当然还有 Frenchman 哈，都记在一起。他们呢是非常特殊的情况。那么他们到底有没有一个组织或者有一个整体的体系？怎么变呢？
回头微辩会给你们讲，不用着急。好，那么接下来呢，这一轮哈是我带着你们做的，那非常简单啊，我基本上每一个都给你做了提醒。那么接下来一个我不打算做任何提醒了，全都交给你自己。我们来试一下，一会儿看看你能不能和我们后面的答案一模一样。来，开始，第一个 girl， 你只要在你本上写就行了 ，girl 它的复数。好 ，woman。Woman， 它的复数。慢慢写，不着急。好 ，library 刚学的 ，library， 赶快 ，library， 怎么样 ？OK，wolf，wolf， 你要特别敏感，好好想一想。Wolf， 好的。American， 怎么变 ？American， 试一下，不用着急。American， 好的。German， foot。Foot, bus. 我都提醒到这份上了，你就不能再错了哈。Watch. 加油。Nurse. 好了。不知道你刚写的怎么样哈 ，Vivian 可以再给你两分钟的时间，再好好想一想，一定要仔细。除了有一些特殊变法，你说 Vivian 我不知道，我画个星号，没问题的。但是刚学过的，你知道的，一定都要写出来。来，第一个 girl 超简单，怎么变？直接加 s。对了 ，girls 很简单哈。那第二个 woman 变出来了吗？刚刚有 man 变成 man， 这个 woman 肯定要变成 women 似的，你把后面的 man 变成 man 不就得了吗？是不是一个道理哈？再来 ，library 是我们今天讲的辅音字母加 y， 所以要变成 libraries， 很好 ，libraries。下一个 wolf， 有些同学直接加了 s， 特顺手，但是您得再看看呀 ，f 结尾的要变成 v e s。多少同学编对了？太赞了 ，OK。好，下一个 ，American， 这个你可能不知道了哈，因为呢涉及到一点点下节课要讲的东西。那 American 是美国人对吗？刚刚前面有一个日本人就没变，那美国人要不要变呢？要变，它有个规律，要在后面加 s 就行了，变成复数。原来这么简单是吗？好，那下面的 German 呢，跟它是一个道理，在后面加 s 就行了哈，所以他们俩你可以先画上。好，那下一个 foot， 这个咱们在一二年级的时候学这个五官啊什么的就讲过了，一只脚叫 foot， 两只脚叫 feet， 也就是说它呢是规则的还是不规则的？它是不规则的对吗？所以你要特殊记得。好，那 bus 让我提醒了半天，我说加对了吗？对的，要加 es， 因为舌是 xo 会死，所以要加 es。OK， 那 watch 舌吃，所以应该是 es 是吧？最后一个 nurse 非常简单，直接加 s 就可以了。怎么样？你写对了吗？如果你写对了，可以在咱们家长会里面给 Vivian 留言，告诉 Vivian 你在第三讲后面的名词变单复数的情况下全对了。除了这个 American 啊 German 这些不会之外，其他都变对了，那么Vivian会给你奖励金币哦。OK， 所以你要加油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马上去另外一个冒险了，去哪儿呢？一会儿。